杨振武到站，杨振武到站，杨振武到站。提名杨振武同志竞选连任，我相信对基本乡亲是一个最大的负责。但是我要特别强调，我们在金门有一位最优秀的超级战将，我们的女战神陈玉珍同志。玉珍是我们国民党非常具有战斗力最优秀的立法委员。我们国民党今年年底的选举需要陈玉珍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全国各地很多的县市长、很多的议员选举都需要陈玉珍来帮忙站台、帮忙助讲、帮忙普选。玉珍，我相信你也愿意到全台湾各地为本党同志来加油。我也特别感谢跟肯定我们陈玉珍委员，陈玉珍委员在立法院的表现可以说是有目共睹，同时也是最具有战斗力。那刚才主席也说得非常清楚，基于三个理由，希望玉珍能够继续为国民党来打拼。但是我在这里也要特别的表示，除了继续替国民党打拼之外，同样的金门乡亲，对玉珍的期待，还有玉珍对金门乡亲所做的努力，乡亲也都看在眼里。玉珍委员，之前你说你的声量在金门当中七八成，是，然后当时要挑战杨县长，是，现在怎么会让杨县长反而是辅选杨县长？在这个中华民国国家跟这个金门的乡亲面前呢，个人的意愿都是最微不足道的。那我想年底这场选战，除了我们金门以外，也关乎着这个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。所以在经过我们朱主席还有我们黄秘书长的这个恳谈以后，主席认为在年底的选战中，玉珍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那我想相信对我的期待我没有忘记，以大局为重，那为了中华民国，为了我们的国家，也为我们金门，所以我决定，就是这次就是不参选。